問我公立醫院有咩惡菌？真係咩菌都有。病人擠迫嘅環境，可以話同細菌係零距離。病人經常接觸嘅床欄、床頭櫃、床簾，滿布咗我哋眼睇唔到嘅細菌。雖然經常有清潔，但係好快又污糟翻。所以病人要自求多福，預防病從口入。在吃飯和吃藥之前，用酒精搓手液徹底清潔雙手。張小姐吃藥啦，進餐吃藥前潔手，超級惡菌難入口。還有要預防病從刺出，去廁所不要即刻坐下去，要用有消毒劑的紙巾清潔了廁板才好用。家屬探完病離開醫院前，記得要洗乾淨雙手。